没事，刚刚主播只是测试 Pro 手把正不正常而已。好，目前随机抽中的场地是仓库。好，双方都已经接近了，那我们来看看各自的表现如何。很显然，我们目前看到说绿队，好，没事，我正要讲说绿队几乎都灭光光了。那目前是蓝队来，两位还在场地上。啊，绿队最后一位。好，没关系，他们现在还是从他们家族力生成中的蓝队疯狂夺地，目前已经几乎占领场地中央。目前是蓝队的有两位哈冲锋，他们已经冲到中央过中线了。啊，结果透过飞弹，很显然成功炸了一个蓝队的其中一名成员，但相反绿队也没办法继续抢夺回我们的中线。好，现在目前状况如火如荼哈。现在目前绿队的重滚目前在对决他的重滚胜利了。好，现在继续处理。我们拉远一点，因为现在他们分的有点散哈。现在目前蓝队总共三个，他们从上方已经直接采取攻势哦，从旁敲来侧击的方式，现在三个一起。绿队目前正在反攻中，可是蓝队成功的突袭了绿队的家里。啊，绿队突那个暗杀失败。现在目前重滚正在目前努力的屠其他部分的地哦，那目前蓝队通通都从家里出发了，现在目前正在蓝队的家门口进行冲刺哦。哎呦，居然蓝队已经三名都 GG 了，那现在目前看，好，现在目前正就二十秒之内，蓝队有没有机会能够反攻成功？绿队的飞弹很成功的突袭了蓝队家园，然后蓝队，好，对不起，我讲完蓝队就全部阵亡了。那现在目前再看，绿队在死守最后的中间场地，啊，反攻可能成功，我们看看最后的结果。看来比例浅显易见啊。绿色获得胜利，目前是有触手少年队获得胜利，第一回合。你主持的好，明天金马奖就颁奖。有那么容易的话，那我先去。好，目前在推堂。这个吗？哪一个是？好，目前是推塔是这个哈，那抽签到抽到是推塔。我按到，对不起。好，对不起哦，那个，抱歉哦，那个我没有收任何人红包，但是我们还是不小心让按到了。刚一切是实况组手残，不好意思，再次跟各位观众说声抱歉，不用抖内抱歉，没关系，我们也不露出什么布出来的，没关系，好，那我们继续。奇怪，我那个门为什么？
好，这回合是超级，这叫什么？卖场子还是什么？好，买这个场地，那双方，因为双方目前都来到了场地正中央，我们放大镜来看，目前是强塔，一来一往攻逐战当中，目前大家都在抢办法，要先抢到塔，到底能不能？哦，蓝队，蓝队。哦，蓝队开始首先抢到了塔，目前正在从100出注于零的方数字在飘一飘移中。哦，不错不错，超级跳跃成功。哦，蓝队的纵滚似乎真的发挥了强大的攻势效果。像我目前看，两个滚筒目前正在发挥它的主场优势。可惜滚筒，首先在塔上的滚筒，这个是被。第一个先被撤死，好，那现在看绿队，蓝队，哇，车子目前在偷偷的跑回去场地中央中，有人来偷叫了吗？好，有人上塔端当，好没，好没事，实况组没事，练起了无聊的那个，目前观众咆哮中，那我们发生了，我们其中一位参赛者，他们气定神闲的大声喊出他的策略。蓝队全部都慢慢从家里慢慢回来了，到底有没有机会蓝队抢回车子的抢回塔呢？棒，重滚被飞弹射死了。我们再看目前在滚筒啊，绿队滚筒成功的干掉了蓝队的成员。蓝队的重滚成功的上了塔，目前也成功的击败了绿队的成员之一。绿队观众兴奋的向蓝队说声很强。那我们看看比赛进行下半场，目前在2分半倒数，蓝队击出了三颗泡泡，可泡泡效果真的对推强塔有限。哦，成功！蓝队再次抢回了塔，战况非常激烈。重滚，蓝队的成功击杀绿队成员，强塔绿队强塔失败。钢笔绿队的钢笔也 GG 了。哦，蓝队目前是不破如四足啊。蓝队目前破如四足，到底有没有办法成功防守到呢？哎呀，蓝队目前无法突破绿队的强大的防守。其实这个关卡，各位看好，它就像一个关闸的方式。那像目前呢？他，你只要蓝队成功偷偷的在上面射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好，好，我还来不及讲，然后他就爆了，我讲的好吧，那就随便他了。好，绿队也不甘示弱，使出了飞弹攻击。在目前绿队啊。推塔又再次让绿队的获得了领先，在目前绿车子在推塔目前正在往绿队射出了水柱，高压水柱，刚怎么看到有人跳水呢？这年头有事想轻生也先请张老师跟你联系好吗？那我们现在目前好，蓝队再次取得了这个强塔，强到塔。目前时间来到了倒数10秒，到底有没有机会？绿队有没有机会能够返回一城呢？
好，比赛结束，触手少年队获得胜利。